好了，慢点吃。 老板，包子等卖的，10块钱一笼。包子要吗？不用不用不用。哎哎哎！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阿姨，我这有点碎包子，甜一点卖给你，你要吗？真的吗？真的，阿姨，你快坐吧。<笑>来，快吃吧。 钱放着了哈，碎包子要什么钱？碎包子不要钱，那个不要钱不行。那不能要。拿着。阿姨，这么冷的天怎么还出来捡瓶子呀？这没事，天是闲着了。咱别动了哈，咱天是阴的。这阿姨真是。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。妈妈，别捡了，别捡了，咱们家又不是缺钱。 都回家，陌生我想体能缝的。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。你曾拥有最美的爱情，你听过最美的旋律，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恐惧，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。